开局来。两个人太平淡，三个人行不行？三个人绝对不行，对，一定要四个才可以。今天刚好四个，对不对？我们是打麻将啊。这个麻将那真是的，这是我们中国传统国粹，说中国人都最喜欢打麻将。之前杨光友张兰夫妇来就是，杨光友是麻将各种高手啊。我是演戏是专职，但是这打麻将是我的副业。哦，这一点啊，我跟光友就不一样了。哎，我演戏呢是我的副业，打麻将是我的事业。真的不能乱讲。但我平常不打麻将，可是我一摸啊，我准得很。我平常过年我有时候推推捅捅，像我这边抓一张一摸就摸出来。四花啊！阿姨，我不相信你在摸。这个东西我一摸就摸出来，这玩意儿不能吹。这个电视机2000万观众一看，对不对？嗯，怎么样？是什么？白板。行啊。太远了。我们今天还是不谈麻将。我们再看看我们今天在这个三人行不行？到底麻将又引起了什么样的风波？我给你这小鸡无毛飞不高。好好好，哎，我这个是八条一山还比一山高。该我了，那我打个发财祝我一路吉祥一路发。哎，我能不打个这个白佳丽？哎，你看这个脸多平啊。口渴了，哎，是吧？不是，我说妹子啊，这个头钱都已经给人收了，这怎么连茶水都没人伺候啊？对呀，对呀，我说他，我那个媳妇是在，哎，我说美姨啊，你出来，你出来。怎么样，妈？什么事啊？不是，你看那几个长辈妈的好朋友在这打牌，说没有个茶水饮料的，哎，你去帮忙弄点饮料来，好不好？好，好，马上来。哎，等一下回来。你干嘛就这样去啊？这个自作主张干嘛呢？你问问看大家这个叔叔婶婶要喝点什么嘛？哦，哎，舅舅，你想喝什么啊？哎呀，我不麻烦，我喝茶。茶呀，好。哎，水果茶。我跟你讲，我那个水果，你不要用那个罐头水果。要新鲜水果。哎，要新鲜水果。没问题。刘妈妈，您呢？哎，我的最简单，我只要一杯蛋蜜汁就好了。哎，要六个蛋，要母鸡刚刚生下来那种，而且还要 shake 33下。哦，要摇33下，30秒钟之内就端上来。对对对对。哎呀，好好好好好。哎呀，那马妈妈你呢，是不是也要是蛋蜜汁6个蛋？啊，不用不用，因为我有糖尿病。哦，这样子好了，我来一杯咖啡。啊，咖啡好。哎，等一会儿，别忘记了，加2包糖，再加2颗奶精。啊，你不是糖尿病？要你们管，打牌。妈，我还没问您要喝什么呢。我比较不要麻烦啊，你给我弄个白开水就可以了。哦，好，没问题。还有那个白开水里面再加种人参呐，还有那个灵芝你给弄点下去啊，那苦茶有2汤匙啊。另外啊，你帮我加点那个 brandy 1盎司啊，加个朗姆水啊，还有加点盐巴哈。另外呢，你这个再帮我加个小雨伞，这样就行了。啊，你们四位点的饮料马上就来。哎，好。不是，等一下。你这个弄个饮料，你往这门头外面走干什么？哦，真不巧，你们四位要的饮料刚好今儿个家都没有，我要到外边去买。这一出去啊，搞不好3个小时都回不来，那就慢慢等吧。啊，不，不用了，我们喝4杯茶，这还差不多。你打麻将啊，真是打得腰酸背疼的，真是。没，我说美姨啊，你别忙，你过来。又怎么了？不是腰酸背疼，你给我抓2把嘛，好不好？让我舒坦。好，毛舅，您这个肩膀酸痛啊？是，这样舒不舒服啊？哎，好，对吧？好，舒不舒服啊？舒不舒服？哎，白皮，哎呀，我碰，你这碰什么？我糊了啊！哎，这个庄稼的、连衣拉衣的、北风的、这个有花的、这个4台的、5台，来来，给钱。哎呦，毛总，你怎么又放炮了？好了，你别再抓了，我没钱了，我。来，对不起啊，我刚刚趁你这个小烟啊，肚子有点疼，我借个厕所啊。哎，奇怪了，这个每次啊，那个马太太打个牌子的屎尿特别多。马太太，你这个叫老人失禁啊。像我就从来没有这个毛病。就是啊，马妈妈，你应该要学我婆婆吗？她怎么了？她都包着个成人纸尿裤啊。纸尿裤子。平常啊，我是不打麻将的啦。要不是因为马妈妈要上厕所呀，我才不会坐下牌桌来呢，对不对？是啊，你这什么妈？
你的口齿老是这么不清楚，马妈妈，妈妈骑马，马慢，慢慢慢马来念念，骑马马慢，慢慢慢马。对嘛，这不老是教教不会嘞，真是。我说刘太太，你现在可要小心啦！人家什么打虎亲兄弟，上阵父子兵，你一个人跟他们三个自家人打，你危险了。不会吧？哎呀，你知道我讲这话的意思了吗？有妈，我当然知道您什么意思。来来来，该我打了哈，九万。九万。这不打我刚才打过的牌呢？你是盯我牌啊？哦，刘妈妈，我这样打对不对啊？这样盯就对了。妈，人家都说嘛，不上了牌桌以后就是六亲不认了。来，该我了，该我了。来，白皮送你个小白脸。小白脸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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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打个八饼，喂你吃个猪奶。八饼还真像猪奶。来来，猪奶我吃，我吃。来来来来来，快点吧，快点吧！换我！哎，打了！啊，好，来，我打个南方给您，妈，让您南胡牌。南胡牌啊！好，我也打个字儿，我打个北字，让你夫妻吵架背对背。嘿嘿，怎么样呢？那我就打个西风，让你一路归西。我一路归西啊！不跟你们的事儿啊！我打那个有那个字，有没有那个字？什么字？有没有红中？给我一支红中。红中给你来啊！我给你个红中，我给你送中来了。我送大家还送吗？好了嘛，这牌不要打了嘛，这牌怎么样了？奇怪了嘛！我让我们玩了，怎么搞的嘛？我拉个小屎啊！怎么了？你们还没洗好啊？我告诉你，不是。好了，马太监回来了，这边没你的事，你走，你可以走了。哎，坐，你帮马妈妈弃个牌。那马妈妈年纪大，是长辈，你好意思让她弃牌啊？让我弃牌是吧？啊，手都给我拿走。请。啊！下来跟我打牌，你不照照镜子？中了，来来，回来了。老公，啊，看你心情不好的样子。看妈妈找了三个老先生、老太太来家里面打牌，一下要这个，一下要那个，把人家累死。太太。老妈妈呢，就是这么点嗜好，你不让打牌，你让她干嘛呢？哎呦，可是老公啊，我从早上忙到现在，又要伺候茶水，又要烧饭，怎么的？啊，我知道你辛苦，不要紧，老公回来会帮你忙的啊。嗯，谢谢老公。你把这打哪里啊？客厅哎，又不是公园啊，两个就在这，哎，房间就在隔壁嘛，没两步路嘛，这两步路要省啊。哎，我说啊，这你们来干嘛？这在这么多长辈面前，有点家教好不好？在这亲热，这成何体统啊？哎，还有你，我再弄个茶水，你弄个现在弄到哪去了？哎，妈，快来！哎，妈，我看让美姨休息一下，我来帮你。啊，不行，你还有别的事？我还有什么事啊？我累了，你可以帮我打两把牌吧。我给你帮打两把。哎呀，我今天美姨好久没打了，我想死。老公，不是打两把什么关系？哎，你干嘛？你还有别的事吗？哎。我给他的钱呢，你去拿点茶水帮大家加一下哈。啊，还有就是准备的东西，你吃的快点。这牌不错嘛，这个。哎，不是，这怎么能打？写吧，我不能拆这个柜子吧，对不对？你这不会打牌，你这。倒是你打着我。哎，我就想。哎呦，毛舅，你的牌听得好好啊，28万呢。28万。我不打，下车了嘛。对不起，牌定的太好了，我都忘记了。看牌子，哎，不让你看了。哎呀，刘妈妈，您不让我看了。你妈烫一下，没关系的，你皮厚嘛，烫一下也无所谓啦。我不加茶了。走，马妈妈，你牌站起来干什么？你单掉那个七饼，我老公他已经一边有三张了。你这不能玩了吗？你看到我就这不上牌了，怎么牌怎么下完了？怎么下了？回到家了吗？哎，那么。我跟你说，美姨，你死你给我过不去是不是啊？啊，我就这么点嗜好，我就这几个老朋友，他们男子来家里面陪我打牌，你还想着得罪他们？怎么样？你就过不去吗？你直接跟我说嘛，你干嘛就要弄他们吗？美姨，这是老公坐着还没打一把牌，你这穷捣蛋，你什么意思呢？对不对？我看了，我这个在家里面不中用啊，你们都老欺负我，我这个家我也待不下去了，我要回娘家。哟，妈，您回娘家？那在大陆四川呢，太远了。我看到，他说我回娘家，我娘家在八德路。哎，美姨，哎，妈，你去看看他嘛，我再打两把。哎，来来来，好，再打。那
妈，没事，你不去干啥，你去弄点吃的给我们。那我就给你吃的好了，继续继续啊。不是，马哥，走了。对，王姐，打开打开。没人找我们了。